从山中来，还带着兰花草，种在校园中，红希望花开早。一日看三回，也看得花时过，兰花却依然含苞也无一个。我这个广东话不太好，不过很开心在香港上电视，因为我在台湾做刘文正时间完全是我自己做这个制作策划，在这边呢我只需要把歌唱好，把舞跳好，因为无线的工作人员是那么的认真，那么的负责，把我们安排得很愉快。冬天吹来一阵寒冷的微风，在这冰天雪地，爱情在闪烁，同我们相逢冰雪中，梅花娇艳花枝头。春天吹来一阵温暖的和风，在这百花园中，爱情在散播，我们相逢春光中，百花迎风展笑容。将咧就系宝丽金公司送俾我哋嘅唱片，咁咧就真系好多谢阿 B， 咁啊刘文正、黄露仪同埋宝丽金咁多位朋友，多谢晒你哋。欢欢乐乐度今宵，识唔识听啊？识听，佢写咗喺度啊嘛，因为根本系阿 B， 你又介绍下。因逢播映四千次。欢欢乐乐到今宵，当学要拿了看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没关系。来音乐 ，Live 的。大学每一位的参与，用心大学每一位的参与，诚意致谢每一生的赞誉，大家努力，求有更多建树，看看现在说什么。